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是个阴天啊，我们继续来炒辣椒，一起来看一看。这就是我们炒的辣椒，你来看一看啊，豆蔻油的辣椒，你看它上面是发光发亮。看一下我们的辣椒，特别的好，中粗的。我们的辣椒特点就是特别特别的香，里面不添加任何的东西啊。这一大盆有40斤，哎呀，抱不住了，哎呀，看一下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哇塞，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红亮，就是中粗的这一种。最后。演一下辣椒，哎呀，辣椒肯定的是香味足呀，香味浓烈。每一次我们在碾辣椒的最后，就会把一部分的辣椒籽碾到镬边辣椒里面。这辣椒籽，你吃过炒过辣椒籽吃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这辣椒籽它是非常非常香的。这个也是炒过的，辣椒炒过的盐，都是黄油。现在这里现在能够。12点多了，我们上午就制作了200多斤，下午就打包发货了，下午晚一点就发货了，就不从早上一直往晚上去制作了，因为现在的话是特别特别的热。现在制作辣椒面啊，不仅要承受这个辣椒的刺激，而且还是要承受高温啊，这个温度一高，辣椒又呛啊，又特别难受啊，就是一直冒汗，一直。手上、脸上火辣辣的。妈妈，我今天又长了2米。啊？快点2米！今天又长了2米。真的吗？